这叫做救急多多绿。这里面是一个，我刚有看错吗？这里面就是一个养乐多，养乐多给我倒在里面，而且它整罐都没开哦。你这样我要怎么喝？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九妹，我现在人在台中的一中街，已经有非常多年没有来到一中街了。那今天会来到台中，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工作，然后跟我一起工作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，就是我们艾瑞斯。艾瑞斯 ，Hello， 真真真真，你好。对，我跟艾瑞斯今天来主持一个活动。我大概十几年前我就知道台中一中街有一间非常有名的饮料店，大概十几年了，至少十几年，至少我大一的时候就有。你现在看我大一是多久以前？大概20年前，没有那么久啦。大概也就大概十出头年前，好啦，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今天要喝的就是台中很有名的多多茶坊、哦、然后这个多多茶坊你有听过？你也没听过？没听过。哎、欸，我台北人。很有名的是它有很多很酷的饮料，嗯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、嗯、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是不是已经很多人认出我了？对，你就很红、啊、我已经被认出来了吗？你就很红啊。哎嗨嗨嗨嗨，订阅啊，订阅啊，订阅啊，订阅，赞赞啊，好来，这边就是多多茶坊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多多茶坊。然后我刚好跟艾瑞斯讨论，他看不出来是很厉害的饮料店，因为它就是一般的饮料店。他以招牌来说很普通，可是你看他生意很好哎、欸。绿豆沙、珍珠绿茶，这就很普通。没有，他很厉害，我们直接去点好不好、欸、？Go， 来，艾瑞斯要点饮料了。好，老板，我要一个核废料。核废料。然后还有一个救急多多绿。那我要一个，还要一个救急多多绿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刚刚已经买了这一杯是核废料，然后核废料你刚刚有看它里面加什么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所以里面到底是什么？它好像是主要是绿豆沙，然后你看它有那个没有散开来的奶粉，奶粉很酷，然后我要把它搅散吗？对对对，然后我记得核废料加了很多东西，主要是仙草，对对对，仙草、奶粉，然后绿豆沙，所以你可能要把它搅散。那我们就来喝喝看了，我们就请艾瑞斯帮我们搅一下。来试喝，可是它都沉在底下嘞。你可能用那个吸管去嘎它。好，去嘎它。怎么样？现在就是要喝。还有很多东西耶。很多东西吗？不止我们刚刚讲那些东西吗？我觉得。怎么样？喝起来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好怪哦。很怪吗？喝起来怎么样？是好的还是？好的怪是不好的怪，好的怪是好的怪，可是很复杂的味道，我不会讲哎、欸。那我喝它是有可可粉，然后绿豆 有可可粉是不是？我知道一颗一颗的绿豆，然后有可可的味道，你喝喝看。好，我喝喝看。可是我喝完之后，你还敢喝吗？我这样不就间接接我了？这就是我约你来喝饮料的目的啊！你还不懂吗？不行，他们又一直嘴我。你这样我会怀孕啊！你喝，你喝过？是要怀孕也是我怀孕吧？我看一下哦。嗯，蛮大的，男生女的还不知道，但没关系，女生也好，男生也好，好了，我喝喝看。恰恰好，是很复杂，很复杂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主要还是绿豆沙的味道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哎、欸，你喝得出的巧克力蛮厉害的，我喝不太出来有可可粉的、欸。它有奶茶吗？它颜色很怪。看颜色是觉得有，好像我不知道是奶茶还是巧克力。我知道，那是阿华田的味道啊。阿华田，对，是阿华田，所以他加了阿华田绿豆沙，然后仙草冻，对，跟奶精，啊，奶精，奶精是会有奶茶的味道啊，哦、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不难喝啊，第一次会觉得怪，可是不难喝，对，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，好，那我们喝下一个，接下来喝这个也很强，这个叫做救急多多绿，这里面是一个，我刚有看错吗？这里面就是一个养乐多，养乐多给我倒在里面，而且它整罐都没开哦。你这样我要怎么喝？而且它有分，有好像是叫做超级多多绿，是口在前面，你还可以吸管直接插进去，多多会跑出来。所以你这个要先想办法把它摇正。把它摇正？怎么可能啊？你用那个惯性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对对对，小心点，不要整个转爆哦。我们在一中前面被转爆，他会说我们弄脏一中的场地哦。这没有办法吧？它就是倒着的啊。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因为它还有冰块，哎、欸，真的不行，这怎么转过来啊？它那个怎么喝？它的回转半径不够啊。那我要怎么喝？我觉得是，我们要喝一喝，然后用手，徒手吗？不行，它的那个回转半径真的不够。你先喝一点点，然后我，然后你伸手下去把它转起来。如果我伸手，你又说什么肥仔的手？好好，那如果是你的手呢？玉手。我来看一下玉手。好，来来来，就是普通的绿茶。对，普通绿茶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把，其实我是想要看到多多绿，哎、欸，多多在里面，然后被插进去的感觉，我觉得会很疗愈那个画面。我要用手咯。好，你用手。那我手不知道干不干净。好，那你先放正。
然后等一下，我 take 一下，好，要插进去了。那、哦、我要插喽。好，你插了，大力一点，插进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多多跑出来的感觉，因为直接喝到多多吧。嗯，有吗？它是纯多多还是有绿茶？它是就是纯的那个养乐多。好，我现在，所以我们要让它，可是我们现在口是破的，那个摇晃让它出来。所以它现在是正在融合这样子。欸、有出来了，多多出来了。有，它们现在正在融化，在结合了。哇塞！有 feel。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情调，就是你如果跟女生约会啊，然后突然买这个，就会很好笑。然后就可以看到他的纤纤玉手在那边转它，很特别，是有创意啦，蛮有创意。可是绿茶就普通的绿茶，对，这喝起来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喝的绿茶，就普通的绿茶。可是因为我加全糖，全糖有点甜。没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救急多多绿。最后我们要喝的这杯是刚刚，因为刚刚很多人在排队，他生意很好，然后我就问旁边一个小妹妹说，他这里有什么是他会点比较好喝？因为我们刚刚点的是属于比较特别、比较奇怪的。对。然后说这个叫红石榴，招牌，招牌有点。都红的耶，这整个是透明的红，还让你先喝好了。这感觉是气泡饮之类的，叉。它是真的红石榴吗？因为红石榴是一种水果。因为它是汽水的味道。哦，是汽水。对，我觉得应该只是色素啊。就是太老实了吧，太老实了吧，我来喝喝看。哦，就是汽水。对吧？我发现你会翘小拇指哎 ，CCO CC CC boy。其实我跟这些正妹都是姐妹的关系， oh, 不要再说我姊妹了，好姊妹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个艾瑞斯，我有对你毛手毛脚过吗？是叫我帮你吹而已。艾瑞斯可以帮我吹吗？好，我帮你吹。好，你帮我吹，来。要吹喽。要吹了，来啊。哦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多多茶坊的体验，我觉得蛮酷的啊。就是如果弟没喝过，还是可以来喝喝看核废料，核废料蛮特别的。那救急多多绿就只是一个情调，看你要不要恶整你的朋友，或者恶整一些跟你出来约会的人，那蛮有趣的。再次感谢艾瑞斯一起跟我们拍影片，你要自拍一下。好啊。大家如果喜欢艾瑞斯，可以去订阅他的 Facebook。好 ，OK。好不好？去按个赞。你的 Facebook 平常会发一些很火辣的照，会吗？好像还好。没有啦。会发一些比较知性的照片。对，就有书香世家嘛。书香世家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按一个赞，那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约会吗？没，因为现在就是我们两个单独啊。没有，不是约会了。dating 吗？你这样我很难接。